城堡客栈呢，很有韧性，有人送饭刚好，我想一眼，他们把这村民放在利用马来西亚，像两把尖刀一样，一直输出那毒爽一样，强悍，强悍，非常的抗击打。宣布加赛局判分结果，一号裁判员9-10，二号裁判员10-9，三号裁判员10-9，比赛结果红方胜。